无线电视翡翠台。今天是12月4日星期六，天文台预测今天会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天仍然是多云的。莫德宇，在西雅图举行的世贸会议就快结束了。是啊，开到今早10点就会开完的了。但是在会议期间仍然有示威者偷偷走入会场示威的。是啊，叶启中，纽约股市接近历史高位。没错，纽约股市昨晚升了接近250点的，升幅是 2.2%， 主要因为美国的就业数据显示通货膨胀仍然温和。美国上个月的非农业就业职位增加了234,000个，多过市场预期，失业率就维持在4.1%不变，工人每小时收入就报13.41美元，增幅是0.1%，升幅小过市场预期。纽约股市受到刺激而全面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是升过302点，收市就升了247点，以点数来计算是历来第八大升幅。 Nasdaq 综合指数是再创新高，升了67点，升幅是接近2%。美国就业数据显示通货膨胀仍然温和，债券价格受到支持，30年国库券的息率跌到6.26厘，比前晚是跌了0.06厘。不过路透社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大多数的交易商都认为聯邦儲備局明年第一季會加息1/4厘。美國利寶集團大股東沙法拉被殺，利寶銀行發表聲明表示匯豐控股收購條款是不變的，仍然希望收購在年底前完成。摩洛哥警方說兩個持刀者闖入沙法拉的寓所之後放火，沙法拉被濃煙焗死。匯豐控股發表聲明對事件表示震驚，匯豐股價在倫敦一度是跌到每股100元，收市回升到105.5，比本港收市升多1.5元。倫敦股市創新高，仍然受到電訊股份支持。紐約股市早段上升亦都係利好因素。金融時報100指數收市升88點，係報6,742點。倫敦港股上升，恒生倫敦參考指數比本港收市升多78點，係報15,918點。美元匯價偏軟，早段是跟隨紐約股市上升，不過週末前有沽盤。紐約收市，歐元對美元是報1.0025，升了0.11美仙；美元對日元就報1.0274，是跌了0.09。金價跌到來10個星期以來的低位。英倫銀行今個星期沽金以來，市場仍然睇淡金價。紐約現貨金收市跌到來全日最低位嘅，係報每安士280美元，係跌了4.7美元。
西雅圖最後一日的世貿會議仍然有示威者偷入會場抗議，各國代表就對新一輪全球貿易談判未有共識。九龙和新界有两间食店同一个地盘怀疑被人放房，有50居民要疏散。各位早晨，详细的新闻内容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在本港时间朝早10就会结束，各国代表仍然未能就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议程达成共识。由于会议即将闭幕，会场外又再次聚集了几千个反世贸的示威者，在会议期间亦都一度有人闯入会场抗议。由李敏莲报道。在世贸会议的中途，几个示威者突然拉起横额大叫口号，他们抗议世贸漠视大多数人的观点，又不注重环保问题，警员立即将示威者带走。世贸会议的会场一定要有通行证才可以进入，被警方带走的四个人，两个是记者，两个是非政府组织会议的代表。至于会议的进程，各国谈判代表经过通宵会议，仍然未能够就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议程达成协议。欧盟专员拉米表示，目前距离达成协议还有很长的路。各国代表的主要分歧在于农业和劳工问题。美国赞成取消农业的出口补贴，但欧盟和日本就坚决反对。法国总统希拉克表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在劳工问题上，美国认为要将劳工问题纳入议程，建议在世贸的机制之外设一个非正式的论坛讨论劳工问题，例如订立最低工资。但发展中国家就强烈反对，认为订立最低工资会大大削弱他们的竞争力。无线电视记者李敏念报道。以观察员身份在西雅图出席世贸会议的外经贸部长石广生表示，在今次会议期间，他和19仍然未同中国签署世贸协议国家的经济部长会面，讨论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的问题。石广生表示，和其中5至6国家的谈判已经到了核实文本的阶段，相信可以尽快达成协议。世贸组织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总部怀疑受到反世贸的人的破坏。当地警方说，在总部旁边一个电站内的变压器被人蓄意破坏，停电了2小时，警方相信是反对世贸的人所为，目的是要破坏世贸总部的电脑系统，令到总部和西雅图大会的通讯中断。经过抢修之后，一切已经回复正常。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表示，北韩准备研制可以射到欧美的长程飞弹，呼吁盟国提高警惕。由张维聪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的国防部长在比利时开完两日会，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向盟国提供有关北韩、伊朗和伊拉克飞弹计划的情报。科恩说，美国的情报机关发现北韩准备发展新式的长程导弹，可以射到去欧洲和美国部分地方。科恩说，这种威胁的确存在，他呼吁盟国要小心。为了防范一些美国认为是流民国家的袭击，科恩和一些东欧国家达成一系列的合作计划，包括和乌克兰签订军事合作协议，内容包括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训练，以及合作防止武器扩散。无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翻嚟本港，九龙和新界怀疑先后发生3怀疑纵火案，烧毁两间食店和在地盘用作办公室和储存建筑材料的3货柜，一共有大约50要疏散。怀疑被人放火的一间酒楼是在观塘崇仁街93号，凌晨将近2起火，大约50疏散到安全地方，他们有部分是有消防带落楼的。长火在大约20分后救熄，无人受伤。起火原因有可疑，因为现场有多个火头和发现易燃物体。大埔丁角路在大美督巴士总站附近一个茶座，在凌晨3点几亦都怀疑被人纵火，30多分后救熄。消防员表示，有可疑是因为没有自然起火的原因，和火势蔓延得很快。
而場火熄咗冇幾耐，大嶼山東涌一個建築地盤亦都發生火警，三個貨櫃焚毀，其中兩個係用嚟做辦公室，另一個就儲存建築材料。場火燒咗20多分鐘後救熄，消防員亦都懷疑係有人放火。經過昨日衝擊政府總部的事件之後，在政府總部外通宵靜坐的10個爭取居留權的內地人士已經離開了政府總部，而警方就在政府總部外加強保安。一度靜坐的示威人士是抗議終審法院裁定政府勝訴，可以遣返非法來港聲稱有居港權內地人。請願人士的代表昨天同政府官員開會，聽取官員的解釋，並且到堅島明愛中心同代表律師討論。至於昨天過千個請願人士衝擊政府總部的情況，就由潘世欣報導。示威者知道終審法院的裁決之後，顯得很激動。他們衝擊政府總部的行動，由朝早10點幾持續到下午4點幾。示威者將圍住總部門口的鐵欄推倒之後，警員將鐵欄移翻正，還關翻總部的大門。不過沒多久，他們又再衝擊，向警方掟石。警員於是用胡椒噴霧驅趕他們。混亂中有6個警員和另外2人受傷，其中一個是記者。後來200多個警察到場增援，並且將政府總部的空地出面的大閘翼閂埋。不過有示威者和記者衝突，不俾記者影佢哋。過嚟啦，撞架，撐唔撐住我哋？呢個人就將頭撞埋鐵欄，受傷送院。大家都影到啦，唔使擔心啊。示威期間，行政長官董建華的車駛過，他下了車行入政府總部，並沒有理會示威者。警方最後將示威者分隔開左右兩邊進行清場。無線電視記者潘石欣報導。行政長官董建華呼籲示威者冷靜，政府官員表示終審法院的裁決明確指出，內地人來港定居的唯一途徑就是在內地申請居權證。由吕炳权报道。行政长官董建华话：，请愿人士要冷静同守法。我亦希望佢哋能够尽早翻去内地，依照合法嘅途径申请嚟香港。而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就话：，终审法院嘅判决向声称拥有居港权嘅内地人发出咗明确嘅信息。不鼓勵人偷渡，不鼓勵人逾期居留，亦都不鼓勵人打尖，法庭是講得很清楚的。對於4000多個同類個案，葉劉淑儀說會視乎個別的情況來到考慮是否遣返他們。如果有法律程序展開了，我們不遣返一個人，否則的話，任何在香港非法入境或者逾期居留的人士，我們都是有權遣返他們。他又說另一個考慮的因素就是看看他們是否在1月29日之前到港，而又符合終審法院的判決原則。而代表17個與眾人的律師就批評今次的裁決和人大釋法之前對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看法不同了。 In practical terms, it is a U-turn, but they felt they were bound to make the U-turn. 有學者就說裁決顯示終審法院完全接受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最終的權威仍然都在人大常委會那裡，那即是他是接受了這個現實，因為現實就是由於香港不是一個的即獨立 的地區，而 是中國主權之下。陳宏毅又認為如果將來政府和人大常委會不自我約束釋法的權力，將會嚴重損害終審法院的權威。無線電視記者呂炳權報導。小一入學自行分配學位昨天公布，有中學校長促請政府盡快考慮給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組成聯網，等家長和學生減少找學校的壓力。由李志堅報導。在九龍城一些小學，100個學額有成1000人爭。你攞紙嗰陣時咧，即係排到好誇張噶，根本你去考試嗰陣時，淨係等考試都等成個鐘頭嘅。咁我諗你呢個機會係好微咯。全港有39000多個學童自己考到小學嘅學位，佔申請人數嘅60%。
考唔到嘅要等教育处统一电脑派位，出年六月至知道结果。家长咁紧张仔女读边间小学，都系为将来升学。系中学啫嘛，谂住去派位啫嘛。今年大埔区一间幼稚园、一间小学同中学向教育处申请联网，等学生可以由幼稚园直升上小学同中学。又建议教处将中学自行收生嘅比例由而家嘅一成增加到六成半，嚟到配合计划。都有好大部分嘅家长咧，亦都希望佢哋嘅仔女咧系就读喺附近嘅学校，即系照顾嗰方面咧系方便好多。教育处话，当局正系研究紧，系咪喺出年嘅新学期实施临时性嘅小学同埋中学联网制度，咁嚟到分配学位。点样推行要等教统会咨询完公众，有关教育制度点样改革至会有结论。无线电视记者李志坚报道。环保署预测今日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水平都系偏高噶。一齐睇外面天气，今日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系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预测听日系多云。阵间翻嚟会报道，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大病喺医院，同总理普京倾进攻车臣的最新发展。阵间翻嚟见。人才究竟有冇价值呢？商鞅变革有成，一旦新人主政，立即死无全尸。苏秦、张仪到处求职，换嚟各种侮辱而唔系重用。究竟要做啲咩嘢先至会得到认同呢？东周列国战国篇，今晚10点半。清清洁，清清楚楚，清洁之声呼吁全港都要清洁好表现。打打掃打打氣，乾乾淨淨，歡天喜地跨越世紀，清潔香港，清黃清白迎千禧。星期日晚9点。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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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玩具反斗城嘅傑飛介紹你認識小朋友嘅老友記。哇， Percy 聰明寵物，你可以同佢玩遊戲，又可以跟佢學英文，仲可以用遙控奏音樂。Let's find the yellow circle. Cassie, do we have any singing? Let's find the yellow circle. Mommy, I love Cassie. Your Cassie, 聪明宠物，学嘢都充满乐趣啦。玩具反斗城，圣诞愿望尽成真。Pop Gap 又有新嘢玩啦，想唔想试下你嘅反应同能力啊？快啲打嚟90060628628 ，ITV 收费每6秒1蚊，未满18岁嘅先征求家长同意，佢哋等紧你嘅挑战噶，记住系90060628628。啲人想似 Batman， 因为有 Batman 卡就有 power， 30分钟出卡 ，power 哇咁快就到手，咁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现金套现，失业或者遇到意外都有能力保障自己脱离困境，又可以免费喺网上任意中环，喺指定商户买嘢仲有折扣优惠，劲咧！你都想咁有 power， 申请 Batman 卡啦 ！Eon 快人一步，照顾周到。香港各行各业的雇员，包括家庭佣工，每年可享有12日的法定假期，而按连续性合约受雇满3个月的雇员，放假时亦应该得到该日的工资。雇主应该按雇佣条例规定放假给雇员，并且不可以用工资代替法定假期。雇员及雇主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电话2717-1771 2717-1771。一幕幕令人感动的爱心故事，确证人间有情。乐施会特约同播扶贫的种子，8号星期3晚7点。为正义，好人不怕做。为呢件事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坐监。因为人善人欺天不欺。医生，佢点啊？而家稳定咗，冇咩噶啦。衰人唔好做。许文彪，你个杀人凶手。因为人恶人怕天不怕。星期一至五晚，创世纪。各位早晨，先同大家讲一啲财经消息。纽约股市急升250几点，
升幅是2.2%，主要是因為美國就業數據顯示通貨膨脹仍然溫和。美國公布上個月非農業就業職位增加234,000，多過市場預期，失業率就維持在4.1%，工人每小時收入$13.41，增加0.1%，升幅細過市場預期。數據顯示美國經濟持續增長，但通貨膨脹壓力不大。紐約股市受刺激，大市全面上升，銀行股、零售股、電信和互聯網股份升幅比較大。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最多是升過302點，收市報11,286點，以點數來計算是歷來第八大升幅。標準普爾500指數升24點， Nasdaq 綜合指數就再創新高，升67點，升幅接近2%。美國就業數據顯示通貨膨脹仍然溫和，債券價格受支持，30年國庫券的息率跌到6.26%，比前晚係跌了0.06%。不過路透社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大多數交易商都認為聯邦儲備局出年第一季會加息1/4。美國利寶集團大股東沙特拉比薩利寶銀行發表聲明，表示匯豐控股收購條款不變，仍然希望在年底前完成收購。摩納哥警方說，兩個持刀者闖入去沙法拉的寓所之後放火，沙法拉被濃煙焗死。匯豐控股發表聲明對事件表示震驚。沙法拉較早時承諾降低所持有利寶股權的售價，促成匯豐的收購利寶。匯豐股價倫敦一度是跌到每股$100，收市是回升到105.5，比本港收市是升了1.5。美國公布10月份的耐用品訂單總值連續第二個月下跌，跌幅是0.2%，低過9月份和市場預期。在匯市方面，美元匯價偏軟，早段跟隨紐約股市上升，不過週末前有沽盤。紐約收市，歐元對美元係報1.0025，升咗0.11美仙；美元對日元就係報1.0274，係跌咗0.09。倫敦股市創新高，仍然是受到電信股份支持。紐約股市早段上升亦都係利好因素。金融時報100指數收市升88點，係報6,742點。倫敦港股亦都上升，恒生倫敦參考指數比本港收市係升多78點，係報15,918點。金價跌到來10個星期以嚟嘅低位，英倫銀行今個星期沽金以嚟，市場仍然係睇淡金價噶。紐約現貨金收市每安士係報$280，係跌咗4.7美元。各位早晨，詳細的新聞內容。俄羅斯軍隊已經完全包圍赤城首府格羅茲尼，而所遇到的抵抗越來越猛烈。患病的總統葉利欽要在醫院和總理討論赤城局勢。由張偉聰報道。患了肺炎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莫斯科醫院和總理普京開會，醫生說葉利欽的病況已經好了，現在可以在醫院處理政府事務。葉利欽在醫院和普京討論車臣的最新局勢，他表明要對付恐怖分子到底。目前俄羅斯軍隊加緊包圍車臣首府格羅茲尼，並且佔據10公里外的城鎮阿爾貢。俄軍進一步逼近格羅茲尼，所遇到的抵抗越來越猛烈。俄軍說在阿爾貢這裡打死了100人，但本身亦都有4個士兵死了，幾十人受傷。有俄羅斯官員說，另一批俄軍在格羅茲尼市郊受到游擊隊襲擊，有250人死了，相信俄軍在車臣3個月的軍事行動中最重大的挫敗。而在格羅茲尼，游擊隊為對抗俄軍進攻做好準備。經過多日的炮轟，這裡很多屋都已經炸到爛了，部分居民現在要住在地牢，希望避免受到炮火波及。無線電視記者張偉聰報道。俄羅斯指一個美國大使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下令他離開莫斯科，但限期未定。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發言人表示，美國大使館女外交官麗別爾內特一直幫美國做間諜。麗別爾內特在今個星期初被捕，俄羅斯當局指她試圖向一個俄羅斯公民取得軍事機密，從事與身份不符的活動。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未有就事件作出回應。西班牙多處地方都有人舉行和平集會，要求巴斯克武裝分離組織不要恢復使用暴力去爭取獨立。巴斯克分離組織以政府破壞和平進程為理由，宣布維持了14個月的停火，在本港時間今早7點屆滿。保安部隊已經進入最高戒備。英國受到暴風雨吹襲，造成3個人死亡，由潘石欣報導。在伯明翰，一棵大树被暴风吹冧，压住一部刚刚经过的私家车，车上3人被困。当局封闭现场进行救援和清理，3人救出之后证实死亡。在西约克郡，除了大风之外还落大雪，部分路面水浸，而河水有泛滥危险，居民要做好防洪准备。苏格兰就有民居被水围困，好像这间屋的水涌晒入嚟，水深去到膝头咁高。而珀斯郡就更加大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40多公里，仲落起雪嚟，多条公路嘅积雪阻碍到交通，有几个人被迫滞留喺车厢里面。而喺曼彻斯特，受风暴影响，一个建筑地盘嘅棚架有倒冧危险，警方要将市中心封闭。无线电视记者潘石欣报道。火星極地探測者探測船原定喺本港時間凌晨4點喺火星南極著陸，但目前控制中心仍然係未收到探測船安全著陸嘅信號，工作人員正喺度搜尋探測船嘅信號。科學家初步相信，可能係探測船著陸嘅時候啟動咗安全程式，冇即時展開定向天線，阻延咗發射信號，又或者係探測船用咗另一個頻道發出信號，而太空總署的系統未能夠搜尋到。火星極地探測者號經過11個月的旅程到達火星的南極，任務是要探測火星上是否有水源，從而知道火星是否可以孕育生命，任務預期為期90天。信報認為居留權案和釋法事件對香港的法治的衝擊巨大，引起全球注目。香港特區司法獨立收窄，行政當局越權，先例既開，就難以令人相信特區政府此後不會再要求人大釋法。當局要亡羊補牢，而不能若無其事一犯再犯。申報認為，由於特區政府輸打贏要，才會出現後來的人大釋法，而無證子女對打輸官司的第一反應亦都是輸打贏要，即刻暴動起來。總括而言，特區政府是無賴，無證子女亦都是無賴，無賴對無賴才會鬧出昨日的暴亂。大公報的社評認為，1000多個國旗居留者瘋狂衝擊特區政府總部的行為，是香港這個法治社會所絕對不能夠容許的。對於國旗居留人士，其中有些處境值得同情，但個人再大的理由、再大的不便，亦都不能夠造成不遵守法規的藉口，更加不能夠成為衝擊政府、搗亂治安的理由。《東方日報》的社評就認為，今日的局面，終審法院幾位法官亦都有部分責任，是他們當初把關不嚴，不顧社會現實而曲解基本法，給予168萬內地人民湧來香港定居的權利，以致特區政府邀請北京的人大常委會釋法。香港式民主滲入了暴民的色彩，形勢必定更趨複雜和爆炸性，特區政府沒有這一方面的憂患意識，香港的安定局面必定受損。
環保署預測今日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嘅空氣污染水平都係偏高嘅。一齊睇外面天氣，今日多雲有幾陣雨，最高氣温咧大約係2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預測聽日多雲噶，一齊聽下天文台點講啊！各位觀眾你們好，昨晚黃昏就落過一場雨，究竟今天的天氣情況是怎樣呢？讓我們看一看最新的雷達相片。我看到凌晨之後不時都有些雨區就由西南面掃過香港，看到在我們前面依然還有些雨區將會影響我們，所以預料今天都還會有些雨，但是雨相信就沒有昨天來得那麼密和那麼大。至於今天的溫度又是怎樣呢？看到今早的低溫市區來說是16-17度左右，咁新界一如以往都係比較低一兩度，係得15度嘅啫。咁今日天色方面咧，頭先見得到雷達相片顯示仲有啲雨啦。咁其實大範圍嚟講咧，整個華南地區咧都係比較多雲嘅。咁見得到香港咧係俾啲雲冚密曬。咁所以今日就算啲雨停咗咧，相信咧都會係以多雲為主嘅，咁就冇乜陽光噶啦今日。咁所以預料今日咧都係多雲有幾陣雨啦，最高氣温咧係得20度嘅啫。風係吹一個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啦。咁離岸風勢係間中清勁嘅。咁展望聽日咧應該就冇乜雨噶啦，但係咧都係多雲嘅。是的，葉啟忠，昨天歐元對美元跌破一算，沒錯，但是一水平就初步找到支持，究竟歐元的前景是怎樣呢？稍後請你外匯移民士和大家詳細分析，稍後見。女人對愛情更加斬釘截鐵，我們以後不要再見了，我已經